好，大家晚上好，能听到声音吗？各位晚上好，能听到声音吗？大家能听到声音吗 ？OK， 能听到声音啊，因为我刚刚更新系统，我没想到更新了好长时间，好几个小时，正好在我们上课前全部搞定了。OK， 好，我们今天还是讲现在完整进行时态。那今天内容是在书上的188到206页。OK。好，我们再回顾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好，我们想要的构成，对吧？have 完成进行啊，完成加进行啊，整个构成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时态呢，它分别兼有完成和进行时态两种用法。在 微博私信，有同学私信我说马胜老师，既然完成时态包含了完成进行，那为什么还要完成进行啊？他提出这个问题，就完成时态包含了完成进行，那为什么还要完成进行？ OK， 有回音是吗？声音怎么样？我来监听一下看一下啊。好，那这个问题呢，完成时态的确包含了完成进行，但是完成进行和完成并不是等同，对吧？不是完全等同的 ，OK。好，现在好了啊。好，我再说一遍啊，完成进行和完成并不是完全等同，所以那位同学说，既然那就我们就干脆把完成进行去掉，不可以，因为他们俩不完全等同 ，OK。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更好的来理解完成进行怎么不一样。好，上节课讲了延续事件，对吧？延续事件呢，这个完成进行，我们会把它进一步细分为四小类 ，OK。比如说长期在延续，我们这样的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动词长期在延续啊，动词应该是一种无限延续动词。什么叫无限延续动词啊？你就记那个live，OK。Okay。这个 live 这个动词是个动词没问题，但是动词呢你做不出动作来，是吧？那这样的动词呢近似一种状态它就是这种无限延续。你用完成进行，用那个什么完成，意思没有区别，对吧？比方说十年 ，OK， 好，我写这里啊 ，I've been living 和 I have lived 两种时态意思没有什么区别 ，OK。它是无限延续动词，长期在延续，它是没有具体动作的啊。好，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比如说我们俩学英文啊，以前比如我学英文十年，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还是十年啊 ,10 years, okay, 啊。好，那我记得我最早学时态的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后我要介绍向老外介绍说我学英文多久啊，我就用 have been doing,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啊，然后 for 一定要也加上，然后把十年这个时间替换成不同的时间就可以了，对吧？替换成三年，替换成二十年，替换成三个月，反正前面叫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我这么背下来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啊，所以以前我在学时态啊，我跟很多应该是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啊，都在死记硬背啊，死记硬背，反正表示干什么是多久，我就用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啊，
加多久就可以。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呢，你不光是死记硬背，你还能懂背后的道理。OK，啊，我们今天会有更多的分析，have been learning, have been doing 的形式。OK，啊，好，这个 learning English，哎，它也是一种近似于状态，某种人讲。OK，我们也把它改成现在完成时也可以，啊，也可以。这就是无限延续动词的这种啊完成时态，长期在延续。OK，好，这是完成进行和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区别，这是第一点的用法。第二个用法表示近期在延续，就是谈你啊近几个月呀、啊，或近几周啊，近半年来呀、啊，啊一直在持续一个活动，以后大家注意，你说 I'm doing，I have been doing。OK，就是 I've been doing 啊，那这时候也可以不加时间状语了啊，这是蛮常用的。那么完成进行最典型的用法啊，最典型用法是第三种啊，第四、第三种啊，第三种，第三种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一个动作正在做啊，正在做，此刻正在进行，正在持续发生，那么，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动作呢。哎，拉长啊，时间拉长来讲，就会用完成进行。OK，好，比如说我正在讲话，你们听到了吧？啊，我正在讲话，好，我正在聊聊英文啊，讨论英文的用法什么的。我要把这个拉长，I'm talking about English。OK，you are listening。好，我在讲话，你们在听，对不对？好，you are listening to what I'm talking about to this。OK，我在讲，你在听这个。这是正在进行，对吧？我们此刻正在进行。可是呢，我要把这个正在进行的活动事件啊，我要拉长。我拉长，我会说的，I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mething。你看，我一直在聊英文。我们看时间记录，从19:30到现在是19:38。那我一直在聊英文，在聊聊多久了？聊了大概10分钟了。OK，10 minutes。好，大家看到没有？上边是讲此时此刻，I'm talking about something，现在进行时态。然后底下呢，哎，我要把这个 talking about 拉长，活动拉长，加了10分钟这样持续时间，我们就立即要用完成进行，I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mething。OK，那这个时候你要用完成时态可以吗？真的不好，真的不好。啊，你没法强调正在做，所以我们还是用完成进行，不要用完成时态。在这个时候，依然表示延续，但这个延续呢，用完成时态就非常不好，而用完成进行非常好，是 I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mething。OK，这就是第三种用法，在说话时刻仍在持续，仍在延续。换句话讲，在说话之前就一直延续了。OK，这是典型的。用法完成进行时态啊，给第三种要记好啊。好，第四种用法，这也是完成时态没有的。那完成进行表示延续呢？我们可以表示此刻没有发生结束，但在此刻之前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延续。OK，一直在延续啊。好，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我进教室，或者说啊，怎么讲呢？我问你们啊，你们刚才一直在干什么？OK，但你们现在在听我讲英文，我知道是吧？但我可以问成叫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可以这么问的啊。当然你们都习惯那个叫 "What are you doing？" 对吧？你现在在干嘛？因为我知道你在听我课了嘛，所以我不会问你现在在干嘛，对吧？我会问你们刚才一直在干嘛？就在我上课之前。那半小时，那一小时，你一直在持续干嘛？叫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完全可以这么讲，OK？啊，所以表示叫刚刚在持续，所以完成进行四种延续思维方式就在这里啊。好，我们再看一个对话啊，这是我的英国朋友写的书里面的对话，我们看一下啊。他讲是他的语境说，two co-workers 两个同事 are gossiping 正在八卦啊。正在八卦什么？About gossiping about a new employee，八卦一个新来的同事。OK，好，A、B 两个八卦了。A 就说：“So 啊，you have been working with 啊，你一直在跟谁？你看，大家看一下啊，you have been working with，哎，
完成进行，对吧？完成进行。那请问大家，这个完成进行是刚才讲的四种延续当中哪一种？四种延续当中哪一种？你还记得四种延续吧？长期在延续，近期，此刻之前也在延续，是吧？此刻在延续，四种延续哪一种？叫 What's her name again？啊，她叫什么名字啊？You have been working，近期在延续，非常好，这就很典型的近期在延续，对吧？为什么叫近期啊？首先是新来的员工同事，然后第二点还有 recently 啊，近期你和你那个女同事，新的女同事啊，一起合作很多，对吧？一起在共事很多，哎，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叫美杜莎，OK，好，挺吓人的一个名字，叫美杜莎，是吧？Right，OK，How has that been going？他又问了，那怎么样啊？哎，怎么样？这个 that 就是你们俩之间共事工作持续进展怎么样？就是各个方面啊，合作是否愉快呀？啊，是否有矛盾呢？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当然问的也是近期，对吧？就 how has that been going？看一下这样的表达方式啊，也许大家没怎么注意过或没怎么见到过，对吧？那就表在近期，对吧？啊，好，这个 be。B 就说 "I don't know,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我不想说了。A 接着追问了，很八卦说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什么意思啊？好，这个表达很好，大家注意啊，这个表达其实在你要看美剧特别多的讲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对吧？什么时候用呢？就说，这个很像汉语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那话什么意思啊？很多时候是表示一种生气啊，但在这里是没有生气的意思。在这没有生气，就是说，哎，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叫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呢？好，就希望对方再给你更多的解释啊。下面 B 就解释了啊，解释说什么？说 It means 这就是说 I can't stand her, I cannot 我无法 stand 不是站起来，是容忍，容忍忍受是吧？She can't stand，大家注意，一般我们用否定句。否定句说 "I cannot stand her standard"，我无法容忍她，受不了她。所以写这个新的女同事，跟我合不来，对吧？好，然后他用 might 推测来讲，叫 "She might be"，她差不多，我觉得可能是 "the most annoying"，非常讨厌，girl in the world 是全世界最让人讨厌的一个女孩。OK，然后看不惯啊。好，然后 B 接着说了，叫 "working with her"。这是个动名词，短语做主语，叫 working with her。OK，就跟他一起共事啊，共事这件事情 is positively。这个 positively 这个词大家认识，在这什么意思呢？不是正面积极的，是 absolutely 绝对的啊，绝对的 unbearable 受不了，难以容忍受，难以忍受叫 unbearable。这个词很简单，动词原形叫 bear 是吧？容忍。不是熊啊，熊也是这个词，但做动词容忍。好，bear 容忍呢，然后加个 able 后缀，可以忍受，可以容忍的，加个否定前缀 unbearable 就无法容忍，positively 绝对让人无法忍受，所以跟他共事受不了。好，A 就笑了，take it easy，这是安慰别人，安慰别人说怎么讲？相当于什么说呢？就是不要太激动啊，或者说要想开一点，看开一点，是吧？宽容一点，OK？好，然后呢，我现在理解这个意思了，就是这样，这个姑娘是非常不好，对吧？非常不好，OK？好，这是近期在持续，我们再往下看，做下练习啊，做下练习，请大家把五个空填一下，好吗？把五个空填一下。这个练习呢，怎么讲？也许是有一点小难度，因为我没有讲，这个 have been doing 和 have done 的其他方面区别，我们这个练习就像讲出来这个，OK，好，现在简单说一下，就是 have been doing 呢，它强调延续啊，强调延续；have done 呢是强调结果。好，我写在这里啊，延续。have done 呢强调什么？强调活动的结果。或者叫成果，当然看你做什么事情啊，结果或者是成果。它 have been doing 是强调延续动作本身啊，动作延续的本身在延续。好，我们把
第一个题填一下，第一个题填一下，大家看一下，你们会填什么？第一、第二啊，好，第一个句子呢，第一个句子，OK，就是叫打扫屋子，打扫房间，屋子还没有打扫完，对不对？那么就讲一个活动一直在持续。首先打扫，大家看，clean 这个动作是干嘛？是有限延续，是在持续，对不对？你不可能持续10年，大概持续几小时，对吧？好，是个有限延持续。那有限持续呢？我此刻在做，没有错吧？一般正常语句，我此刻正在打扫房间，对不对？好，我此刻正在做，所以 I'm cleaning。但是你要把这个动作拉长比较好。为什么说拉长比较好啊？因为他后面说我还没做完，我还没有做完，哎，给人感觉呢，就是我其实在我说这话之前的时候，我一直在做，啊，一直在持续啊，是把动作拉长了。所以我们用完成进行会好一些啊，用完成进行。所以我们说 I haven't been cleaning。I've been cleaning, OK，会比较自然一点。你要用真正用进行时态，叫 I'm cleaning 也可以了，也可以啊。这个区分不是特别的严格，用 I've been cleaning 会比较多见一点啊。我一直在扫屋子、扫房间，还没有扫完，所以完成进行表示延续啊，没有表示结束，没有表示结果啊。好，第二个叫 be careful，小心啊。担心，那为什么要让您担心呢？是刷门，给门刷漆。那我给门刷漆这个活动，现在在做吗？现在不在做，什么时候在做？是刚刚在说话之前一直在持续。所以我们依然用 have been painting，用 have been painting。那这个不是上面用法延续，而是表示刚刚在持续，刚刚在持续。所以第一题属于第三种。延续事件，第二题属于第四种延续事件，第二题属于第四种延续事件，大家看一下啊，要看语境，因为你想看，我让你担心啊，担心，让你担心，其实我现在不在给门刷漆，对吧？如果我在给门刷漆，你是知道看到的，你不会弄脏自己的，对吧？我是提醒你说，担心。我刚刚给这个门刷过漆，言外之意就说你不要手不要碰它，会把弄脏的，把你弄脏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刷漆，对吧？也就是说我刷漆已经刷过了。那么刷过了呢？是现在之前一直在刷，因为刷门还是要一个持续的。体会一下，一扇门你给它刷漆，这可是要持续一段时间，对不对？是在现在之前持续的，所以我们会用完成进行非常自然。I have been painting. OK，这是属于第四种持续性。好，第三个题呢，我们也是刷门，但这个刷门呢，它强调有个结果，结果就是 green 这个形容词，green 这个形容词它有结果。OK，那么有结果呢，我们就强调这个成果，我们用完成时态叫 I have painted，你就不会用完成进行了啊，强调结果啊，强调成果。好，第三题就用完成时态很自然，叫我把门刷成绿色，刷成绿色了。OK，好，然后呢，这个完成时态呢是表示单一事件，然后单一事件是近的过去，是吧？是比较近的过去啊，把门刷好了，刷完了啊，刷成绿色了，强调结果。好，二三两个，好好比较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四题啊，第四题大家会怎么填？第四题大家会怎么填？好，第四题啊，大家想想，你就是大家注意啊，你们慢慢要学会什么呢？不要像我以前的，你看我刚才说了，我以前学时态就死记硬背啊。
我学英文多少年？就是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啊，怎么死记硬背不可以啊？你要学会思考，学会呢每个句子啊，每个句子出来，你要再造它背后的语境啊，要想出它背后的语境，这样你才能判断出句子对不对。好，我们第四题语境是什么呀？你体会一下啊，说 it smells，这个 smells 此刻现在对吧？现在闻起来啊，闻起来什么？Like hospital in here。这里闻起来怎么跟医院似的？跟医院似的，就说闻到有医院有什么？有消毒水，有消毒剂的味道，是吧？啊，好，我们就闻到鼻味道不好闻，OK？那味道不好闻，像医院似的，那后面就解释了啊，就讲了是不是有人用消毒剂，disinfectant，OK？好，有人用消毒剂是。不是现在正在用，是不是啊？不是现在正在用，是现在之前，是吧？现在之前，那么现在之前，啊，而且是离现在很近的，对吧？离现在很近的，OK，啊，所以我们就是刚刚在持续，刚刚在持续那个用法，我们会用 anyone 的单数，我们用 has anyone been using？OK，has anyone been using？就会比较自然。刚刚是不是一直有人在撒这个消毒水啊？在用这个消毒水？这因为这个 use 这个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还是比较啊，就是我说的有限延续，应该是在一直在撒，一直在用这个意思。OK 啊，不是说曾经用过。如果你用完成时态呢，啊也可以啊，也可以，但就没有完成进行那么强调了。has。因为完成还有还可能有什么意思呢？还可能有说有没有人曾经用过，曾经用过，那用过呢？也许时间间隔就比较长，那么时间间隔比较长，也许消毒水的味道已经没了，明白吗？这是完成时态，而完成进行时态呢，是表示刚刚啊，刚刚一直在用，所以对现在影响是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清晰，导致的后果，导致的影响更加的啊。强烈的那种感觉，听明白？所以我们用 has been using 会更好啊，会更好啊。所以闻起来怎么这么重的味道？像医院，是不是刚才一直有人在用这个消毒水？这个意思啊，has been using。你要用 has used 也不能说错，也不能说错啊，也未尝不可，但没有完进行强调味道更重的那种感觉啊。好，这是第四个啊，我们再看第五个，第五叫。我们时态变掉了，来看啊，其实我第五和第四要比较，上面是 smells，底下是 smelled，然后 Diane 这个人 smelled his breath，OK，肯定是闻她男朋友或闻她老公的 breath，就是那种呼出的气息，对吧？闻她的呼出气息，因为什么闻她的气息呢？To see，想要查看她老公是不是喝酒了啊？是不是喝酒了？好，第五题会选什么？会怎么填？第五，大家会怎么填？好，因为它是在这个过去的语境，对吧？那么我们谈论呢，现在之前刚刚发生，现在之前刚刚发生，用现在完成进行。我们这 smelled，那就是应该是过去之前的刚刚发生，大家能听懂吗？过去之前的刚刚在持续，显然要用过去完成进行。OK，啊，所以把时间坐标往前推，往过去推一下啊，所以用 had been drinking 就很自然啊。当时 Diane 在闻他的气味，看看他是不是刚才，这刚才是指过去之前啊，不是现在之前啊，刚才是不是一直在喝酒，一直在喝酒？OK，啊，所以我们是四五正好是很好一个比较，现在完成进行和过去完成进行。它的本质的思维方式是一样，区别只是什么？只是参照时间不一样。现在完成进行以现在为参照，谈论刚刚发生，就现在之前。那么过去完成进行呢，同样可以表达刚刚发生。这个刚刚不是现在对应的刚刚，
是过去之前的刚刚，听明白啊？是这样用法，好啊，这样就很自然啊。要闻它的气味，看它是刚才是不是一直在喝酒来着？大家想想看，你喝酒是要有时间持续的，是不是？喝酒有时间的持续性嘛？所以就闻，刚刚是不是一直在喝酒？不管是跟朋友喝酒，还是自己一个人喝酒，是不是一直在喝了酒？OK，好，其实四五两个句子啊，都是词典上的例子，词典上是吧？词典造句就是 has been using, had been drinking。OK，啊，不管哪里的例句，我们都可以用啊这种时态的思维方式分析出来。OK，好，这是延续啊，这个完成进行表示延续，以及和完成时态表示结果、表示成果、表示动作。后果这样的区别。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重复事件啊，前面讲的是完成进行表示延续事件，我们今天谈重复事件。那么重复事件也会比较它和完成时态的重复，它们区别啊。好，我们看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叫 I've been writing this report 这个报告啊，for the last 2 hours。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写这个报告啊，写了有2个小时，对吧？从过去到现在，这最近2个小时我在干嘛？我一直在写这份报告啊。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延续思维方式，大家能体会到吗？是吧？是延续，就强调什么？强调从过去2小时前我一直写到现在啊，还在写，写完了吗？没有写完，是 I'm still writing。我完全可以 right now，OK？我完全可以变一个现在进行时，OK？Yeah, I've been writing this report for last 2 hours. I'm still writing it right now。我现在还在写，我一直写了2小时了，我还在写啊。但我还在写，换句话讲就是 I haven't finished，还没有写完，对不对？OK？啊，都可以接下去，都很自然的。好，这是延续，我们再比较一下，看一下啊。好，这是2001年浙江高考第13题。我们这里有个句子叫 "I've been writing this report"，看到没有？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I've been writing this report"。好，让你填4个选项，"for the last 2 weeks"。哎，差别出来了，"last 2 weeks"。两周来，but 这个 but 转折啊，but it has to be handed in tomorrow. It has to be handed in tomorrow，就是明天得交啊，明天得交。好，请大家 A、B、C、D 选四个选项，选哪个？选哪个副词进去？选哪个副词进去，同学们？高考题很简单，OK。你们会选哪个副词？好，有同学选 C 答案，OK，occasionally，occasionally，其他同学呢，会选哪个选项呢？好，Joyce 选 A，OK，finally，嗯哼，好，还有其他不同意见吗？好，这一题啊，看选项好像不在测试时态。不是在测试时态，OK，但与时态有关系啊，与时态有关系。好，大家看啊，他说不是，我上边是近2小时，我底下改成2周。那么2周，近2周，最近2周，我一直在写报告。大家想想看啊，最近2周我一直在写报告，是你一刻不停的在写吗？是一刻不停的在写吗？不是一刻不停的在写，对不对？你不可能不吃不睡，2周
也就是14天，14天你乘24小时，那就有多少？有，我都算不过来啊，反正有24小时，一天24，10天240，然后200多小时。那么200多个小时你一刻不停的在写报告，可能吗？可能吗？正常的人不可能，对吧？不可能。那不可能，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什么？重复，是在2周期间多次不断的 writing the report，重复写报告。好，有了个重复的思维方式，你就问自己，下边四个副词哪个表达重复？哪个表达重复与重复有关？偶尔，C 正确，因为 C 表示偶尔。什么叫偶尔？什么叫偶尔？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多次在做，对吧？多次在做，所以呢，这个 C 选项表示重复含义，和上面的完成进行表达重复含义很好的吻合，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C 选项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比较上边。是延续，底下是重复，啊，那我们看出一个什么诀窍？什么诀窍？诀窍就是写报告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有限延续，有限延续，因此讲2小时可以是延续，那么讲2周，常识告诉我们，生活经历告诉我们，2周不可能一直在持续写2周，人不可能这么做到。听明白，只能是在2周期间，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重复写这份报告，所以底下叫重复。所以完成进行时态可以表达重复。注意啊，这个重复是怎么来的？你们体会到了吗？重复是什么？是生活常识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就说生活常识吧。是生活常识告诉我们的，这个活动不可能延续，而是重复，是依据常识来判断的。听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记住，这一点就是它跟完成时态表达重复有很大区别。完成时态表达重复啊，不依赖于常识，我们可以不需要借助于常识来判断。完成进行呢，have been doing 表示重复，是要根据生活常识。来判断它是延续还是重复？OK，好，这个生活常识很重要啊，告诉我们它是个重复，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一刻不停写2周，可以一刻不停写2小时啊，所以这也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啊？有限延续啊，有限延续呢，第一，如果加长时间状语。那就表示重复活动。第二，如果加短时间状语，大家可以记下来啊。短时间状语表示延续活动。好，把它记下来。对于有限延续，很好理解。什么叫有限延续？因为它延续性很有限，延续性很有限。也就意味着它要接短时间状语才是延续，那我要接长时间状语呢，那就变成重复了，就变成重复了。OK，啊，好，那么长时间、短时间怎么判断呢？大家可以记下来啊，可以大概了解一下。短时间呢，一般来讲，24小时之内大概，也是常识告诉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的。OK。你要超过24小时的话，那很可能就不是在延续了，因为我们人做活动，我们人做一个活动，持续一个活动，不可能一刻不停持续一整天甚至以上，对不对？啊，这就为什么上节课讲过，第三种延续事件很典型，什么意思？短时间在延续，你一旦把时间拉长了。就不再是延续了，
但别忘了，这是针对有限延续动词来说的。如果是无限延续动词，那时间长短不限，听明白？这是我们书上都写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讲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你一边听我讲课啊，然后呢，你回去还需要继续整理你的思路体系，继续思考，继续加工，听明白？啊。所以我在前面写出了一个有限延续，就是有限延续活动。那么它会分两类，两类的例子在哪里呀？就是在上边，加2小时短时间吧，就是延续；加2周长时间啊，就是重复。所以我自己还写出短时间、长时间大概什么范围呢？大概是以一天为界限啊，但这都不是我规定的，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活动的特点，对吧？啊。因为人毕竟要睡觉嘛，对吧？你跨越一天了，恐怕就不再是延续了，应该是重复了啊，大概这个概念啊，但都不是很绝对了。好，这点明白了吗？好，请大家比较 A、B 例句看一下来，A、B 两个例句，咱们看一下。好，你们看到 A、B 两个例句都有 has been sleeping。那这里 has been sleeping 的含义是一样吗？请大家写出来好吗？A、B 两个句子里边的 has been sleeping 含义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写一下看看。好，A 句中是什么意思？B 句中又是什么意思？好，这个同样也是借助于咱们人类的生活常识、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他背很疼，因此他一直在睡觉，在地上睡觉。啥时候？最近。因为地板上比较硬嘛，这个床太软。所以睡觉床太软了不好啊，是要睡硬板床比较好。好，他这个句子表达什么呢？关键是 lately 什么？最近。那么最近那怎么样也是有好几天，对吧？我们就按照常识，恐怕我就说至少有7天、1周或者3、4周的感觉，对不对？那么3、4周。啊，不说30周，反正1、2周啊，2、3周都可能了。那么在这长的时间，他睡地板，睡地板不可能一直躺在地板上睡2、3周，而是说在这2、3周期间，他每天睡地板，每天睡地板，每天睡地板，是在这2、3周期间每天重复一次，听明白？这种每天重复一次，这种2、3周啊，这种。近期嘛，我们用完成进行表达重复性，所以第一个很典型的是重复性。第二个呢，他此刻正在睡觉，此刻在睡觉，然后把这个睡觉活动事件拉长为2小时，你就用完成进行。这个完成进行表示延续，典型的在延续。他醒了吗？没有醒，他在睡，他睡了有2小时了，短时间。表示延续，长时间表示什么？重复，因为我们人睡觉不可能睡好几周，对吧？只是在好几周当中，不断睡地板。好，大家好好体会啊，这就所谓的重复活动，完成进行表示重复活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根据生活经历。体会出来的，这就它和完成时态 have done 表示重复一个最大区别，最大区别，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啊，好，体会一下啊。所以从这些例子啊，A、B 两个例子，也许大家以前不会这么细致去思考说 A 句表示重复。
必句表示延续，你们会这么想吗？以前会这么想过吗？以前看到 A B 两句 has been sleeping，你会分成重复和延续吗？恐怕不怎么做吧。有同学以前做过吗？告诉我，我看有多少同学做过。看到 A B 两句里面都是 has been sleeping，你有没有深入思考过？说发现 A 句是在重复，B 句是在延续，会这么思考吗？没有这么思考过，对吧？我以前也不会这么思考，我才懒得管的呢，对吧？OK，不行的，真的不行的。OK，我这里都是很简单例子，同学们，我举的都是很简单例子。为什么？因为我想用简单例子把道理讲明白啊，把道理讲明白。你懂了这个道理，或懂了这个思考方式之后，你自己再去摸索，再去应用，明白吗？再去应用，啊，所以呢，你们也看到了，学英文，通过学英文，能够让你啊更加严谨，真的是让你更加严谨，看东西更加细致，更加细致，真的是这样，啊。关于这一点，我在这周礼拜四啊有讲座，有个免费讲座，是吧？我会更多的讲这个内容啊，这个英语和汉语的差异，OK，啊，真的是学英文绝对是让你非常精确的看问题、看东西啊。好了，以后你们要学会像这么精确啊。所以 A 句是表示重复啊，B 句是表示延续啊。通过英文的学习，我相信你们啊，以后会更加细致的去分啊，去看，明白吗？阿迪迪为什么哭呢？阿迪迪听懂了吗？我讲这些东西，你能听懂吗？为什么哭了？是听不懂吗？阿迪迪告诉我，是听不懂哭，还是说，那为什么哭？说以前从来不这么想是吧？以前从来不这么思考是吧？需要这么做啊。啊，遭遇到张老师，OK，遭遇到我就好了，是吧？好，OK，好，我们看第四个例子来，He has been sleeping 和 He has slept，这两个什么区别呢？其实我又在比较完成进行和完成时态，对不对？哈哈，这两个时态什么区别呢？谁告诉我来？谁告诉我 C 句和 D 句什么区别？你们把 C 句和 D 句翻译一下，我看一下。C 句和 D 句，好，OK，很好啊，好。那第三句就是说他 he has been sleeping，你可以对应的可以写一个进行时态，对吧？写一个进行时态，就他在睡觉啊，醒了没有？没醒，是吧？他在睡觉。那么第一句什么意思呢？He has slept。嗯哼。第一句呢，可以理解成他睡好了，睡过了，表示睡的动作结束了，表示睡的动作结束了，他睡过了，他睡好了，他睡饱了。我给你更完整的语境看一下，看一下。
好，更完整的语境就更好理解。He has been sleeping and is still asleep now. 他一直在睡觉，现在还是睡着的。那么第一句呢？我把再扩充一点，多说一点，说 He has slept well. 他睡得很好，刚刚睡过，睡醒了，睡得很好。Is ready for his interview，因为睡饱了，睡好了，所以可以去面试，准备那个面堂了，对吧？很有精神了嘛。OK，啊，表示动作结束了啊。好，我们再看这样一个对话看一下。我用这个例句来证明我们上面刚讲的观点，看一下啊，叫 I've been singing，大家看唱歌。唱歌这个动词，你的经历、你的常识，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唱歌可以再持续，对吧？可以持续，OK。好，所以唱歌也是一个有限延续动词。但后面 since I was 2 years old，我2岁以来一直在唱歌。B 回答说：“No wonder，no wonder 是难怪啊。”不足为奇。You've lost your voice. You have lost your voice. 就是你的嗓子哑了。嗓子哑了叫 lose your voice. OK？那这个对话逻辑上怎么成立呢？怎么成立？怎么成立？好，显然 A、B 两个人。对这句话理解是不一样的，理解是不一样的。A 的意思是说，自从2岁以来，我就一直在演唱，在唱歌。他这个唱歌，A 的意思不是说持续，对吧？并不是说持续，所以 A 理解成是重复。而 B 呢，故意的曲解，故意的把 "have been singing" 曲解成延续。所以才有逻辑说，难怪你嗓子哑掉了，因为你从2岁一直唱到现在，2岁一刻不停，一刻不停唱，唱到现在，难怪你嗓子哑了。所以 B 是故意曲解 "have been singing" 的意思，它本来应该是重复含义，它不曲解是延续。OK，明白吗？这是英文的小笑话，那英文的小笑话经常就是用一些什么歧义呗，对，用一些曲解的意思，或用一些非常理、非常识的这种解读方式。OK，所以 A 句的解读方式肯定解读成重复，而 B 解读成延续。为什么延续？因为 I have been singing 完全可以表达延续，我换成短的时间就可以表示延续了。我换成短的时间，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唱歌，从几点开始到现在开始啊，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一直连续不断唱了2小时了。I've been singing for 2 hours now。比如说你是很麦霸对吧？去和朋友去 KTV 唱对吧？进入 KTV 就一直拿着话筒，一直唱的不停歇，一直延续唱2小时，是在延续。OK。所以，have been singing，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是延续，可以是重复。所以，通过这个英文的笑话啊，小故事，可以看出老外是怎么理解 have been singing 的啊，有重复，有延续，对不对啊？也就完成进行可以表示延续重复啊。好，刚才是重复，我们再看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在我书上也有写，然后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很典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讲这个例子背景啊，讲个故事啊，就我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的事情。那还是在哪一年？我想想看啊，哪一年？2000几年的时候，大概2001年左右，2001年左右。有一次，2001年左右啊，
其实我就是在健身的时候，在我们小区健身，健身完了，然后去楼下有游泳去游泳，然后碰到一个老外，一个白人，OK，然后我们就他当时就问我，他就说他想学汉语问我有没有教汉语的朋友推荐，OK，我们就聊起来，聊，我看他汉语还是不错的。我就问他经历，我说你汉语是挺好的是吧？那你来过北京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吗？后来我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他当时就回答了这句话，就是 "I have been coming to Beijing for 10 years"。但他当时不是说 10 years，他当时真正的是说 fourteen，说14的啊。但14和15无所谓的啊，我印象很深刻。但他说是 fourteen。好，我问他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其实当时我们在桑拿房说的，我不好意思说啊。当时我们在桑拿房，因为在都是脱光了在桑拿房，他就给问我找中文老师后来好，这个就说十次吧，10年吧，OK。那听完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好，这个句子我在很多场合都测试过和问过我当时问的时候，有人反映，有的同学说这句话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 come 是短暂动词，短暂动词不能加延续事件，加延续事件。come 是短动词，不能加 for 10 years 加延续时间，所以是错误的。我问过很多老师，很多老师也是说错误的。OK，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同学翻译成说我来北京十年了，OK，好，翻译成我来北京十年比较自然是吧？看。来嘛，I 来 come 北京十年，OK，后来我就告诉同学说，我说这不对啊，这不对，这不对呢，后来有同学就想着说，是这个意思，从某个地方到北京一路上花了10年，OK，有人这么理解啊，说我来北京的路上持续了10年。那到北京了没有？他说不知道，可能到北京了，可能没有到，反正是在到北京的路上持续了10年。OK，好，这是第三种理解啊。当然，这三种这种理解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OK，都是错误的啊。应该理解成什么？理解成重复。所以你要理解成重复就对了。那重复怎么理解？很简单，就是在过去10年期间来北京的活动是多次发生，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那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你再按照汉语的表达方式还原出来就可以嘛，对吧？但我刚才是解释啊，这句话的英文表达意思是说，在近10年期间来北京这个事件是多次发生。这是解释，那这个解释你要翻译成中文，大概就可以说成近十年来我常常来北京，对吧？近十年来我常常来北京，和我来过多次啊，这个常常也还行啊，当然也可以不是常常，我常常来北京，OK 哈，或者说。近十年来，我来北京多次。我看啊，好，那大家先明白了吧？先表示重复，我刚才是解释。那用汉语呢？你要用汉语表达那个英文的思维方式，英文的逻辑意思，大概就可以翻译成：近十年来，我常常来北京，或者说近十年来，我来过多次北京，我来过北京多次啊，我多次来过北京，怎么样都可以是吧？OK。那正好回答我的问题了，因为我问我说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他的意思就他就说十四年来，其实我是多次来北京，然后他还讲了他的经历
他是做酒店管理培训的，然后北京的很多酒店都是他怎么样培训员工啊，各方管理方面他讲了很多他在北京的经历，OK，所以他不是住在北京，他不是生活在北京，他不是长期生活在北京，他只是来北京出差，OK，所以如果翻译成第二个意思，就第二点叫我来北京十年，我来北京十年，按照我们汉语的意思就是我一直生活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但这不是老外的经历，不是老外要说的意思，所以老外说的是比较重复。好，那么这个重复怎么产生的？怎么产生的？这个以前我也讲过的，我今天再给你写一下啊，大家看好。Helping coming 这个谓语啊，我可以拆成两个。一个是 have been doing 完成时态，加什么呢？其实大家以后遇到时态，你们都应该这么猜的。其实，只不过大家不知道怎么猜。OK，好，看下来，我给你写个数学公式一样啊，大家看好啊。所以一个谓语时态，一个谓语啊，都可以拆成两部分。你们注意过没有？怎么拆成两部分呢？比如说 helping coming，你要意识到它是两部分啊，哪两部分？一个是 helping doing，这个完成进行时态，作用到 come 这个动词上边，大家能听懂吗？所以是 have been doing 这个语法啊，这是语法形式嘛？这个语法结构形式。既然说是语法结构形式，所以我在旁边给它取个名字啊，取个名字就叫 grammatical。我这个分析方式，我这个思考方式非常重要，当然要听好，你一定要学，今天晚上要学会这个分析方式啊。好，have been doing，我就把它给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 grammatical aspect，它是语法结构、语法方面的东西。那这个语法方面的东西呢，它作用到动词 come 上面去。对吧？做的动词 come 上去，OK。这 come 是个什么动作？它是个 short action，是个短动作，没问题，对吧？是个短动作。这个短动作呢，那么我们就给它也取个名字啊，它的属性，它的属性特点是词汇方面、动词方面的，叫 lexical aspect。OK。好，那么你再研究一下它这个。词汇方面的性质啊，词汇方面性质呢就叫短动作。这个语法方面性质是什么？Have been doing，它是延续的。好，延续我用什么表达呢？我用一条线来表达。大家看啊，我用一条线来表达。那么短动作我用一个点来表达。OK，好，所以 have been doing 就是一条线。在老外看来，have been doing 这个语法特点啊，就是一条线啊，一个延续。come 这个动作呢，在老外看来，它就一个点啊，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看出它们之间是矛盾的。什么叫矛盾的？因为一个延续的东西和一个点啊，某种来讲，它是两个极端，对吧？是不是两个极端，对吧？一个线，一条线和一个点是两个极端。那现在把他们俩结合起来，是把他们俩复合在一起。那复合在一起怎么办呢？怎么复合的呢？所以呢，它相当于双方都让步了，都让步，为了使他们俩能够融合嘛，听明白？他们俩本来是两个极端性格的人，他们俩要想融合到一起来，各自让步啊？怎么让步？你这个线断了，就不要连续的，你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一段一段的，一段一段的，就不连续了吧？OK，然后你这个 come 不是短动作点吗？你把点可以点成多次，点成多次，点成多次，点成多次。其实我想说的是，点成多次不就是像上面的虚线的意思吗？对吧？所以不管你怎么画，
我这个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不就是一个重复吗？听懂了吗？听懂了吧？OK，所以 have been coming，它能表达重复，就是因为 have been doing 延续和 come 点动作二者的相互妥协导致的结果。听明白？好，其实你们分析时态，你都是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个是 have been doing 语法方面的它典型含义，一个是具体动词它的特点，然后它们俩相互作用。好，啊，比如说我们把 have been doing 作用到哪上面去？作用到最典型的 wait。大家看啊，wait 这个动词是什么？等，它本身是延续的。have been doing 给人感觉是一条线，wait 给人感觉也是一条线。那么两条线一合并，还是一个直线。这就为什么 have been waiting 就是延续的，因为你把 have been waiting 拆成两个，都分别是延续，它们合在一起。依然还是延续，听懂了吗？好，啊，这个例句非常棒，它很好的这个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看英文的时态。英文的时态其实是每个谓语都能拆出语法方面和动词方面，然后看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我这么讲，不知道大家，怎么讲？我相信以前没有听说过啊，没有听说过说时态原来这么看，对吧？这才是时态的一个秘诀，时态的秘诀，我破解了这样的秘诀，其实，啊，都要拆开看，拆开看，OK，然后把拆开的东西，然后再坐落在放在不同的时间框架里，放在不同的时间框架里。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时间框架。然后把这些结合都，也就是各个因素、各个元素合成一个具体的时态。所以一个具体时态是由各方面因素彼此结合、彼此融合、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时态的来龙去脉，时态的它的演变过程。OK，好，我知道我这么讲是挺抽象，我知道是挺抽象。如果是你第一次听啊，你会觉得很抽象。但不管怎么样，你永远记住我这一页，你记住我这一页内容，你记住了 "have been coming" 为什么不是按照汉语的思维方式翻译成"我来北京十年"。为什么老外能把它看成是重复？重复的原因我这里解释出来了。重复的原因是因为 "have been coming" 这个谓语其实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 "have been doing"，一个是 "come"。那么 "have been doing" 一出来，老外的本能的看怎么看，就是看成一条线，一个持续。而 "come" 呢，就是一个短的，短的就用点。然后它们俩相互作用，那相互作用的结果呢？我自己解释了，就只能变成重复，才能兼顾到 have been doing 和 come 二者的特点。OK，所以变成重复。好，好好想想啊。好了，我这是短暂动作，用完成进行必然表示重复。我们前边的例子。我用的例子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在这转了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在这里其实换了一个话题了啊。我前面用的是唱歌、睡觉，这些都是延续动词，体会到唱歌是可以持续，睡觉可以持续，对吧？但这种持续动词呢，又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我这一类属于什么？我这一类讲的重复属于
有限延续动词表达的重复，不要混淆啊。有限延续动词表达的重复啊，我下面这个例子呢，就不是有限延续动词，come 来，来是个短暂动词，短暂动词表达重复，所以完成进行大家记好，完成进行表达重复其实分两大类，哪两大类？一个是有限延续动词加长时间，它表达重复；加短时间，它表达延续，对吧？这第一。第二呢，短暂动词用于有限，用于完成进行，也是表示重复，只表示重复。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OK，所以讲到这里呢，大家听好，讲到这里呢，也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要想时态学好。你是需要这动词的这种延续短暂要比较敏感，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时态的使用，它也会影响你的动词的延续短暂啊，它也会影响具体句子的解释解读。我们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对吧？而这一点不是我们汉语的习惯，我们汉语来就来了，我们不管来是延续还短暂的，可是英文要管的，来是短暂的，come 是短暂的。那有人说了，我来北京14年，我就强调我生活在北京生活了14年，咋办呢？怎么说？我来北京14年，我生活在北京14年，这个来用什么？那你就别说来了，不要说 come 了，汉语是来，但英文就没有这个来了，明白吗？英文就用什么？英文就状态表达，状态表达很简单，就 I've been in 北京呐 14 years。我相信刚才有同学问了是吧？那我要非要表达说我来北京10年，那咋说呢？汉语是有个来字，但这时候英文不要给我说 come，你要给我说成 I've been in Beijing for 10 years。当然，你可以用 live 那个词啊，你当然可以 I have been living 嘛，也可以啊。看一下来，I have been living in Beijing for 10 years，不也就是说我来北京10年嘛，对吧？所以要表示延续性，这个来北京你是没法用 come 这个词的，没法用 come 这个词的。为什么没法用？因为 come 是短暂的，你不能来10年。汉语有"来"这个字，但汉语这个"来"在不同语境中它意思不一样，不一样呢，对应的用不同的英文词表达，不同的英文时态表达。所以这就是学英文啊，你一定要知道英文它要怎么去构造，怎么表达它的逻辑关系，表达它时间啊。英文是怎么样看动词，要区分的。你不能不区分，因为老外讲究这个，英文的思维方式讲究，你动词要分长短，一定要分的，啊，所以分不清时态不会，关于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英文母语人，大家注意啊，英文母语人那些语言学家都会系统的研究动词和时态的关系的。只不过大家没有见过或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籍，有很多这样文献资料的，就是老外母语人、英文母语人自己，他们系统的研究动词的特点和时态的关系的，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所以这不是我说的，这就是英文本身的特点，英文是要这么看的，而汉语不管的，对不对？你任何场合都说来来来来来，你是想不清楚这个来是延续还是短暂的，还是怎么回事的？英文要分清楚。好，这页内容非常重要，回去好好想想啊，回看的时候再好好想想。好了，请大家把这个空填下来。两个结婚，marry marry，这两个结婚，你要看，首先 marry 这个词，我前面讲过，它是短暂动词。这个 marry，英文对 marry 定义，它就是个短暂动作。
OK，前面有讲过是吧？好，marry 这个动词短暂动作，然后你再看在上下文语境中，它表达什么含义好，大家填一下，这两个空怎么填？那看这个句子呢，你还当然要注意这个句子语境啊、时间啊，对吧？它是由自从1950年代啊，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现在啊，以来然后我们就知道前面应该是完成，现在完成的时态，现在完成基础上的时态。OK，好，现在完成基础上的时态，我们看啊，他说结婚，这个结婚是短动作，是短动作。OK。然后呢，他讲了 Korean 的韩国人、韩国妇女了，OK，复述，美国大兵，而且是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大兵，对不对？Station 是指定语，做实际是定语，OK。好，驻扎在美国、韩国的美国大兵，韩国人嫁给美国大兵。好，注意这个嫁给美国大兵是从50年代以来，他是一直在不断嫁，不断在重复嫁，对不对？是不断在重复，没有错吧？好，我们要表示不断的重复，而且 marry 是短动作，所以短动作要想表示重复，大家记好，要用完成进行，要用完成进行，短动作表示重复，完成进行，所以我们用 marry 这个动词，用完成进行用 have married。这样就知道了，have been married。所以 have been married 本质上跟 have been coming 完全一样，它们本质不说意思啊，不是说它们句子意思，句子意思当然不一样，单词意思当然不一样，但它本质的思维方式完全一样，都是由 have been doing 这个延续啊，加 marry 加 come 这短暂动词，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个重复啊。50年代以来，一直由韩国人嫁给美国大兵。OK，好，高峰年代在什么时候？在70年代。高峰年代在70年代。然后呢，后面有个 when 引导的从句，请问大家，when 是什么从句在这里？when 是什么从句？告诉我，这个 when 是什么从句？很好。我在难句讲过啊，在三看难句分析讲过，when 它引导三大从句：名词从句、定语从句和时间状语从句。我们这里 when 不能翻译成当什么时候，为什么？它不是时间状语从句，它是修饰70年代，它是定语从句。那么定语从句就不是当什么时候，而是当时。所以你要区分从句类型，使得你翻译不一样。在那时，在70年代那时，每一年有4000多韩国妇女嫁给美国大兵。好，这个嫁也是个重复，但这个重复注意，它不是从过去重复到现在，而是说在70年代每一年，70年代具体过去。我们用过去式 married。好，那再说一遍，我们这两个结婚都是表示重复，过去时态可以表示重复，没问题啊。那么重复的时间段不一样，我画给你看，来，我画给你看，我画图给你看。所以这两个 married 结婚的例子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但本质上都是重复。好，married 是什么感觉？married 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年代，在七零年代，在七零年代，在七零年代，多次啊。那么 have been married 什么感觉？那一定是从过去是在我的时间段啊，是在现在这个范围，我是在这样的范围讲话，听明白？在这样的范围讲话，时间范围讲话叫 have been married。
married 呢？married 只是在过去范围讲话，没有到现在，明白吗？所以上边这个叫 have been marrying，底下这个时间框架没有到现在嘛，叫 married。所以两个时态都表达重复，但他讲话的时间段不一样，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相信我这么讲已经很透彻了啊，非常透彻，让你们看到时间段啊，看到时间，然后看到这个活动的特点啊，这活动特点都是重复，但时间段不一样，时态不一样。好，完整性可以表示重复，看出来了啊。好，请大家把这个对话填一下好吗？四个空，赶快填一下。好，这个四个空，如果大家在没有看我书的情况下，你能够很好填对，啊，那很不容易的。其实这四个空填对了，很不容易的。所以大家以后也像我讲的这样，学会去分析每个时态它的演变、演化、变化过程。你不只是要满足于说我读懂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能看出它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自己在写句子的时候能非常精准的使用时态。好，其他同学会什么答案？也许有同学没有看懂这个对话，这个对话的意思啊，不大懂他的意思。其他同学答案呢？我看一下来。四个空，对，四个空怎么填？OK。好，OK，非常好，大家速度差不多啊，都给答案了啊，一下都给出答案，很好，很好，给出这么多答案了，非常好。OK，好，当然这个我一会儿把那个空格填出来。我相信，其实空格不填，你们其实都知道它的意思，大概能知道它的意思，对吧？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注意时态的，不管某人很多时态是我们是不关注的。而学英文，同学们，你们需要真的分析懂时态啊！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每个空格是怎么填出来的，或者说每个空格英语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英语是怎么看这个空格时态的？OK，你要听好啊。好，这么分析。Guess what? Guess what? 就是告诉对方一个消息，一个让人很惊讶的消息。你猜怎么来着？很像汉语说，你猜怎么来着？是吧？啊，好，你猜怎么来着？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告诉你一个很让人吃惊的消息啊。什么消息？说 Michael 和 Jane 他们两个人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要结婚？大家想想看啊，按照我们汉语的逻辑，这个空格指的是两个意思，大概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要结婚了？你们告诉我，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要结婚？是已经结婚还是要结婚？已经结婚了，好，已经结婚了，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底下讲。For over 3 years now, go together 什么意思？接下来，go together 是谈恋爱，谈恋爱，谈恋爱。他们谈恋爱谈到现在有3年了，他们现在还是恋爱的状态。谁捅第三句话？从第三句话我们看出，他们依然是在谈恋爱，依然是在谈恋爱的状态。也就是说，从第三句话看出，他们没有结婚，他们还没有结婚。那还没有结婚，为什么报告这个惊讶的消息呢？是他们马上要结婚，他们马上要结婚，是将要，听明白？好，将要。好，我们判断出将要了。那么将要呢，就将来时间啊，我们知道是将来时间，OK，也就将来时态了。那么将来时态，我怎么表达将来时态呢？好，这个结婚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个动作，那么是个动作呢，而且是马上要发生的，应该也是计划好的、安排好的，对吧？所以表示将来时间，我说计划好的这个将来时间，我会用什么表达？我会用 be doing，用进行时态表达。就计划好的将来时间啊，我们用 are doing，用进行时态来表达。这是语法方面的，听明白？语法方面的，我搞明白了，要用进行时表将来。那么动词方面的，我们再研究研究啊。我就按照我刚才讲的思路嘛，对吧？你不是说语法方面、动词方面吗？语法方面我搞清楚了，要用 are doing 进行时。那动词方面怎么办？好，marry 这个词很难用啊，结婚不容易的，同学们，结婚这两个字不容易的。我前面多次强调过，结婚的，你们看英文怎么用 marry 这个词啊？用 marry 这个词，它做及物是 A 嫁给 B。marry 这个词它是及物 A 嫁给 B，对不对？所以 marry 一般是单独使用。关于 marry，它后面要加宾语。那么我们这里后面没有宾语，没有宾语你就不要用 marry 单独使用，听明白？你把它就转换成形容词表达，用 marry 的这个形容词表达。然而，形容词表达呢，你要用 be married，就是状态。我们前面讲过，但我这里要强调动作呢，你就用 get married 强调动作。好，我把语法方面的研究出来了，是用进行时；我把动词方面的也研究出来了，是用 get married。好，他们俩再结合，同学们，他们俩一结合是什么？很简单了。你把 are doing 作用到 get married 这个动词上面去，就变成 are getting married。所以答案填 are getting married 正确，are getting married 正确。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吧？所以同学们，时态是什么？你们今天应该明白了，时态是什么？时态是语法方面的。加动作方面的，他们俩二者相互作用，变成时态 are getting married，是这么来的。你要分别研究语法方面特点，比如我们用 are doing，用的进行时可以表达什么意思？可以表达将来的安排。所以他们要结婚了，是将来确定的安排。我们用进行时表达非常好。然后结婚这个动词到底怎么用？到底怎么用才合适？我们刚才研究出来了，用 get married 表示动作，
本来 marry 本身是一个动作，但是它是及物，它要宾语。我们这没有宾语，那怎么办？把它变成使用词 married，然后加动词 get，把它变成还是 get married 动作，然后用 are get married 这么思维过来的啊。好，真的，他们要结婚了。好，我第二个人是知道他们要结婚了，对吧？那么跟他们谈恋爱也知道了，所以我知道他们在谈恋爱。这时候我还说我连他们在谈恋爱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是过去不知道，所以 didn't even know。OK，didn't even know 不是 don't know。我在以前讲座中讲过 don't know 和 did not know 的区别，对吧？你知道了之后再说不知道，你说 I didn't know，明白吗？啊，我出去算有啊。好，那么前面过去他们在谈恋爱，正在谈恋爱，我们就用。We're going together 就可以啊。当然了，你要用完成进行，那你就过去完成进行。OK，把它拉到前面去，是 didn't know 之前吗？然后 A 就是说，他们谈恋爱都3年啦，持续的，好不好？Have been going together，have been going together，OK，好。然后呢，我们就看最后一句啊，They have been going together for over 3 years now。其实你要真正从动词角度来说，同学们，go together 是一起出去、一起约会，其实就是讲约会，听明白？约会就叫 go together，明白吗？什么叫 go together？就约会两个男女在约会，不就谈恋爱吗？什么叫谈恋爱呀？什么叫定义谈恋爱呀？就约会呀，就天天一起往外跑啊，对吧？go together，对吧？就是因为就这个说这样啊，好，你单纯 go together 来讲，其实你们体会到它应该是个重复活动，听明白？是个重复吧？是在3年多这个期间内，go together 不断重复发生，所以 have been going 跟 have been coming 是一样的，都是短动作表示重复。好，我就总结一下，重复事件还有完成进行时，它分两类，大家记好。一类是刚才讲的有些延续动词，have been doing 表示重复。其实我后面应该加什么？加短时间啊！我刚才讲我就不说了，加短时间啊。错，不是加短时间，我说错了，应该加长时间，对吧？加长时间，这比较重复啊。短时间比较延续了，刚才前面讲过啊。好，第二个是短暂动词，go 啊，come 啊，这短暂动词，它复合上。Have been doing 合在一起也是表示重复事件，它对的一般也是长时间，所以大家记住了，完成进行表示重复，它往往用的都是长时间啊。既然是重复，就是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某个活动多次发生。那这个活动可以是什么活动？可以是有限延续的，也可以是短暂的。这两类重复讲清楚了啊，然后接下来我来比较完成时态也可以表重复，完成进行也表重复。那这两个重复什么区别？区别关键在这两个字，大家记好，一个是显性的，一个是隐性的。这个隐性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是通过人类生活经历你感觉到、体会出来的。而显性的重复呢，是说出具体的次数，说出具体的次数，说出具体的几件事情。好，我再说一遍，后面有例子啊。完成表重复和完成进行表重复，它们最本质区别是，完成进行是隐性的重复，完成呢是显性的重复，隐性的重复。好，隐性重复怎么理解？是体会出来的，是根据上下文语境，是根据我们生活常识体会出来的，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完成式表重复呢，它都会具体说出次数，具体说出几件事情。但我这五只是个具体例子了，明白吗？好，举例子来看，什么叫隐性的？什么叫显性的啊？好，我们看 A 例句
艾丽说：“I've been writing letters this morning。今天上午我一直在干嘛？一直在写信，写信，写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直持续在写，对吧？可以理解成延续。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letters 是单数、复数，是复数，是复数意味着我写的是不止一封信，是写了多封信。那么多封信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就是个重复活动。我写信之间还可以是有间断，有间断，所以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个重复活动。那这个重复活动怎么来的？是通过 letters 复数暗示出来的，暗含出来的。这不就是隐性的吗？好，下边第三个例句。我要明确说三封信，同学们，三封信很具体的说三封了，说三个这个字了。我说今天上午我写了三封信，用完成时态。那么这时候可不可以三封信？你还可不可以用完成进行呢？用完成进行呢？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一般不会这么说，所以我 B 句一般会认为是错误的。一般会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完成进行，它不能讲具体的次数，不能讲具体的几件事情。我这三太具体了，所以三四五六七这些具体数字太具体了，不能和完成进行搭配使用，矛盾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 doing 的原因。Doing 在英文的 doing 什么叫 doing？这个 doing 是持续，那么持续就不能分隔开，不能分割。你说三封信是明确给它分隔开来了，分隔来看了。所以三封信具体的分割次数和 doing 天然冲突，天然冲突不可以这么讲。因此，DA 句和 C 句正确，B 句不正确。好，这个例子就很好讲了。什么叫隐性重复？什么叫显性重复？啊，讲简单一点，同学们记好，讲简单一点，就完成进行，你后面不能讲具体的几件事，具体的次数不可以的，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可以？是因为 doing 要是延续，你讲了三四五六七次数了，那就分隔了，对吧？天然分隔开来了，你不分隔哪有三四五六七呀？是不是？好。我再给你看一个例句啊，所以上面是今天早晨我一直在喝五杯咖啡，讲不通的，所以上面 A 句是错误的，正常来讲是错误的，五杯次数出来了吧？这个次数出来了，你就不能用完成进行，错的，你只能用完成时态说成今天上午，当然说话时间还是上午啊，我现在还是上午啊。你看，上午到现在，我都喝了五杯咖啡了，五杯咖啡。我们当时讲完成时讲过，时间往后推移，还可以喝第六杯咖啡，还可能喝第七杯咖啡，对吧？所以我们前面讲完成时在重复，都是讲具体次数的，而这种具体次数不能用完成进行。能听明白吗？这例子都很典型啊！好，我就告诉大家啊，我拿这个句子 A 句测试老外，我测试过不同的老外，老外怎么看，你知道吗？就是 A 句啊，I've been drinking 5 cups of coffee this morning。这个句子我测试老外，我曾经测试一个美国姑娘，美国姑娘啊，我问她，我 A 句这么说对不对？对不对？他没有立即回答我，他一说完这个句子，他马上皱起眉头来，皱起眉头来，显得很痛苦的样子。听明白？为什么显得很痛苦？他后来发现说，不行了，在我的思维里出不来了，我不会这么讲的，我讲不出这个 "I've been drinking 5 cups of coffee" 是什么，不会讲，不会这么讲的，不可以的。然后我再说 B 句，嗯，可以，B 句没问题。B 句非常自然，非常自然。OK，好，这是美国的一个美国老外啊。后来有一次，我在上课，我在
跟学生上课，跟学生上课呢，然后在课堂上从教室后门悄悄的进来一个英国老外，英国老外，为什么？因为我下一节课就是那个英国老外的课，我有点拖堂，OK，所以英国老外从后面门口悄悄进来了，然后我在上面讲时态，OK。啊，那个英国老外很认真在听我讲时态，OK。后来，正好他在呀，我就问他啊，问那英国小伙子，我说我讲 A 这句话啊，I have been drinking 5 cups of coffee this morning，可以吗？哎，那小伙很聪明，非常聪明，他说你要这么讲，要想成立的话，只能是表达这个意思。然后他就告诉我，他马上就是给出。有五个杯子啊，但我简单化下，我的鼠标好，五个杯子，五个杯子里面装满了咖啡，听明白？装满了咖啡，OK。然后呢，你拿五根吸管，啊，拿五根吸管，然后呢，同时从这五个杯子里来吸取咖啡。大家想想看啊。这样，你要这样一种喝咖啡的方式，的确是没有分隔，是不是？没有分隔吧？可是人们一般不会这么喝咖啡的，人们喝咖啡是把它断开来看的，是一杯喝完，再续第二杯，再续第三杯，再续第四杯，是一杯一杯一杯喝，不是五杯同时一起喝。听明白了吗？因此，A 这个例句要想成立，是表达你同时在喝五杯咖啡，所以这能检验出完成进行不能分隔吧，对吧？只有你在同时在喝五杯咖啡，同学们看一下啊，你拿五根吸管同时从五杯咖啡里吸这个咖啡的时候，这个喝咖啡的动作才没有分隔。听懂了吗？你由此可见，老外怎么看时态，每一个时态出来，在他脑子里都是有一个生动的场景的。他检验这个时态对还是不对，他是拿他自己的日常生活经历去检验的。好，可是呢，我们正常人不会是这种喝咖啡方式，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因此他就会觉得 A 句讲起来非常别扭。非常别扭，这就是所谓的句子错误，所谓的语法错误。所以每个时态背后对应的都是场景语境。尽管老外不懂时态，他没有什么完成进行时态概念、现在完成时态这些术语概念，他完全没有，他不知道的。但他每个时态形式结构出来，他都有对应的场景出来了。听明白意思吗？可是我们中国人做不到。我们中国学生只是背术语，背完术语呢，不知道每个时态形式背后反映的场景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啊，就像我当年《史记》学英文多少年，就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多少年，没有深入去到底层去分析它的构造，它演变你怎么演化过来的？你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每一个句子出来，每一个时态出来，你都要知道它对应的场景语境是什么，这是老外能做到的。如果做，我们单暂且做不到没关系，这是我们学习时态的目标啊。所以，就像我现在一样，你给我写一个句子出来，你用什么时态，我就能够写出一个段落，我就能够写出这个句子在什么场合语境才能生存。如果想象不到合适语境，那么你这个时态就会用错。要从这个层次和这个高度来使用时态，就跟老外一样，每个时态能想象出它的语境、它的背景、它的构造方式，这样你就能判断，能准确判断这个时态对还是错，而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而我今天这样讲时态的方式，同学们，其实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个能力，让你们怎么去看到时态的演变过程。
啊，那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就是语法方面的东西和动词方面的东西的吻合，但这个背后很多有很多东西啊，很多话题啊，有很多方面的东西要讲。但是我把思路给你了，把这个方法论方法给你了，这点非常重要。好，所以两个时态表示重复，隐性显性，你明白了？所以用完成时喝五杯咖啡，非常自然，显性重复。OK，我一直在喝咖啡，你就不能讲具体的多少杯咖啡，你就把这个 five cups up 去掉，你就说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this morning。至于喝了几杯，也可能喝了很多杯，可以暗含的喝了很多杯都可以，对吧？啊。所以完成整整表示重复，OK？好，我们来做练习啊，做练习，给讲这个，因为下面是一篇短文，短文是讲 Larry King 这个人的经历。就 Larry King，非常出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知道啊，这是美国啊，可以说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脱口秀那个什么。这个主持人是吧？是 CNN 那个电视台的，OK，啊，这是好，后面呢，有篇文章就讲他的经历，从业经历啊，比如说他采访过希特勒啊，我还曾经听到过他跟希特勒那个在做节目那个对话，OK，啊，然后他采访很多历任美国总统啊，明星，OK，啊，他的节目叫 Larry King Live 啊，Larry King 在线。他典型的这种形象就这样的啊，黑框眼镜啊，话筒，然后这个吊带啊，OK，这样子。采访各个总统，但我都没写出来啊。这是最新的那个叫 Donald Trump，就是说美国啊那个总统候选人，对不对啊？那时候很年轻的样子啊。好，下面的故事就讲这个，看一下。大家可以先把这三个空格填一下啊。上空点一下，你不要看上文都可以填出这下边的。我们很快看一下吧。他讲美国人喜欢 television talk shows，OK，they love to hear celebrities，名人明星啊，美国人就爱八卦啊，爱听明星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啊，就是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对吧？Before a national audience，在全国观众面前。啊，明星谈论自己的私生活，美国人很爱听的，很爱看的啊。They love to watch people with different views，这是个断开啊，要这么断啊。他们喜欢看啊，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然后彼此之间激烈的争论辩论，对不对？Larry King obviously knows what audiences want，就是他既然知道观众们需要什么样口味的。啊，观众都知道观众的口味，想要什么节目。That's why，这是为什么啊？美国人喜欢看他的这个《Larry King Alive》这个节目，OK。然后在节目上，明星一些政治家、政客们，然后 Talk with King 跟金聊天，聊什么呢？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的 troubles 啊、他们的苦恼、他们 plans 宏伟的计划、他们 politics。他们各个观点啊，政治观点啊，各个政见啊什么的。好，美国人喜欢 watching this ordinary guy，ordinary guy 就是这个 king，ask hard hitting，这 hard hitting 就是非常刁钻的啊问题，非常难以回答、难以应接的问题。OK，otherwise most prominent people，prominent 就是世界最著名的人世界名人啊，问这些问题。OK。好，然后下面就说了，他采访了40年啊，采访一些政要啊、名人啊，采访了40年。好，这个采访四十年，这个采访可以是有限延续。如果我采访你2小时是在持续，采访四十年在重复，所以大家以后记下来，你要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为止一个长时间的重复，记下来，长时间重复。我们都是用现在完成进行，非常自然。have been interviewed，不是 have has 重写。have
husband, OK? 所以这个很自然说法是 husband。所以你要谈你自己的经历，大家听好啊，谈你自己的经历，谈你几年来啊，几十年来啊，你一直在做个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活动，OK？你都会用什么完整进行？OK，你随便想，只要你谈你有生以来到目前为止，你多次重复发生、重复的活动，你张口就是 "I have been doing, I have been doing"，非常自然。OK，所以讲 King 的经历就是用 "has been interviewing important peopl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roughout his career"，在他整个这个。主持生涯中啊，从业生涯中，他有多多少次采访？4万多次啊，有4万多次。好，请问这个 do 应该填什么时态？do 填什么时态？do 填什么时态？当然填完成时，自然 has done。为什么？具体次数了，所以你要敏感啊！4万多次具体次数不会用完整进行，OK，has done。好，从 Richard Nixon 尼克松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他都采访过。这个 talk 用什么时态？用什么时态的字啊？当然还是完成时态。因为 every 这 every 就是分隔了，能体会到吗？这 every 就分隔了。什么叫 every？你当你说 every，就把每一个分隔开来，你分隔开来才叫每一个，听明白？所以有了这个 every，就不会用 have been doing 了，啊，不会用完成进行了，啊，每个总统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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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完成时态 has talked，OK，好。三个都是完成时态基础上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完成进行相当于是完成时态的加强版，能听懂吗？完成进行是完成基础上的时态，完成基础上时态是完成时态加强版，是在完成时态基础上更加细化了，OK。所以，我们也可以看成这三个时态都是完成时态，然后有个加强版的是完成进行。OK，好，大家看啊，我这个采访就不是在正在采访，此刻在采访吗？没有对应现在进行时态，是不是啊？啊，我再换一个表达啊，体会一下啊。所以我这么讲，相信你们啊很精准的理解这个时态了啊。慢慢来，OK。但我今天讲的毕竟啊，实在讲的其实时间挺少，你需要很多年很多年去观察和体会。好，看一下这个来，他一直在采访我，到目前为止采访有2个小时，我们一直在对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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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在采访，所以这个就叫做持续，这是个持续，has been interviewing 持续，上面 has been interviewing，这是有一个。重复40年，重复长时间是重复，短时间是延续。好，下面这个时态我不说了，自己填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自己填下，赶快填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下课了。填一下好吗？我给你们放点音乐放松一下啊。听完以后我们讨论。Somebody like you.
alone in this house again tonight. I got the TV on, the sound turned down, and a bottle of wine. There's pictures of you and I on the walls around me, the way they was and could have been surrounds me. I'll never get over you walking away. 好，有同学听完了啊，很好。嗯，非常棒，大家速度差不多啊，都一起给答案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简单说一下这几个时态。这个 go 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完成进行，用的是现在完成进行 ，has been going strong。好，大家注意这个 go， 在这 go 不是去这个意思，这个 strong 是什么 ？strong 是形容词，对吧？是形容词，所以 go 后面加形容词，这时候 go 是表示变化，表示改变的意思，听明白 ？OK， 啊。就是他的事业是做得越来越好啊，而且这个是在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持续进行中，所以用 has been going strong 表示一个持续性的 ，OK， 表示一个持续性的比较自然。其他的记下来啊，其他的都是用现在完成时，其他的老外写的原文都是用现在完成时 ，has influenced， has allowed。Has suffered， 比如说这个 suffered， 你是不可以用完成进行，为什么？它叫 several， 看到没有 ？Several 不就是三四五六七吗？好几个不就是数字吗？好几次犯心脏病，啊，犯了好几次心脏病，将来还会犯，从过去犯到现在，犯了好几次，所以这是典型的完成时态，表示重复 ，OK， 所以不可以说成 has been suffering。不会这么讲话的 ，OK， 啊，好，其他都是完成时，表示结果，强调结果 ，has made，has given，OK，、okay、啊，这个是 have made 啊，因为是两个主语 ，life career，have made，OK，、okay、只是强调结果，强调对现在的世界的影响，美国文化的影响 ，he has given， 强调结果，不是强调持续性。Has suffered， 强调多次重复 ，OK。Has influenced， 强调结果 ，influenced。Has allowed， 有这样机会。好，好好体会一下啊。我们再往下看，嗯。OK， 这个练习错误。很快看一下吧，判断句子正误，很快看一下。好，第一个，这些男孩在踢足球，他们踢了差不多两小时 ，OK， 所以 are playing 错
把 are 改成完成进行 have been a plane，plane 是把这个动作完拉长了，这是典型的完成进行表示第三种延续，还记得吗？第三种延续，它对应一个现在完成进行，这很好理解。第二个，John is talking，正在进行，他聊了都半小时现在了，他应该把电话挂了，因为长途很贵。表明现在还没有挂，对吧？所以把 talk 的过去式改成现在完成进行，has been talking，has been talking，has been talking，OK，okay？ 单数啊。I'm trying to study，我正在想要专心学习，我尝试专心学习，尝试了一个小时了，就是一直静不下心来，是吧？所以把 try 改成 I have been trying，have been trying。现在一直在 trying，have been trying，OK？Okay？ 把 something always seem to interrupt me，老是有人打，老是有东西打断，是吧？的确啊，如果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我一个人在家，有时效果不好，我都会到楼下咖啡吧去，因为在楼下咖啡吧有在公众场合就有些约束，就没有那么多自由，是吧？在家太自由，一会儿喝口水，一会儿翘个脚，对吧？一会儿听个音乐啊，一会儿打个电话，OK，所以很容易分心啊。所以回楼下、回公共场的时候，回咖啡吧上啊写东西就很专注啊，连续能够写五六个小时啊，这种感觉啊，这我有体会，所以叫 I'm trying or I have been trying to write for last hour。所以都是把进行时态拉长时间，就用完成进行。好，Mr. Ford is waiting，正在等，等了20分钟，所以 was waiting 错，也是用完成进行，has been waiting。好，这个都是错误的，都把它改成现在完成进行，而且这个现在完成进行都表示第三种延续啊，很典型，第三种延续都对应了进行时态延续性。好，这段对话两个空格都是工作这个词，填什么时态？大家看一下。好，第一个空格两个时态都可以，用完成进行会自然一点啊。He has been working there for 15 years. He has worked 也可以啊，就是无限延续，两个时态意思没有太大差别。OK 啊，然后下面是问他的邻居啊，史密斯先生在工作啊，他现在在，他正在那个电厂工作，电力公司工作，喜欢他的工作，工作了15年。那他邻居 Brown 先生呢？Brown 先生 is currently unemployed，是失业，不过他会找到新工作，所以布兰先生会找到新工作。那我就问布兰先生都有什么样工作经历？有什么样工作经历呢？啊，所以讲布兰先生工作，这个工作填哪一个？好，第二个呢，大家注意填完成时态比较好，讲他的，不填过去式，因为我就担心有人填过去式。为什么不填过去式？因为讲他工作经历，在哪里工作过，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在那家公司工作过，在另外的公司工作过，是他是讲他工作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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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到目前为止。他工作过的公司，典型的完成时表示重复，大家能发现吗？能发现吧？因为我讲他在不同公司工作，就是重复活动了嘛。
完成时代表重复，在，所以，也许有同学还没发现啊，他是从过去到目前为止，他工作过哪些公司？OK，那他往将来重复，会不会有另外的公司呢？会有啊，对吧？不同公司，他那经历，所以第一个时态用完进行比较好啊。第二个时态不会用完进行，要用现在完成谈重复。好，体会一下。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封信。啊，这封信是老外写给我的，我的名字英文名叫 Clint，OK，Clint 啊。我在写信过程中跟他交流英文问题，就是我把我对英文的理解，很多细微的东西，详细的用英文解释出来，啊，让他看啊，然后他给我回信，啊，然后上面是夸我说，对英文什么有天赋，学得好是吧，很敬佩啊，然后说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像你这样。像我怎么样？像你这样 fluent，像我这样的 learn it，就不是 learn 的，是 learn it。像我这样 intelligible，OK？、Okay? 然后他说我的解释、解读 illustrations，就是去解读那个句子怎么理解嘛，就来解释是 is excellent，OK？、Okay? 每个解释、每个的理解、每个的论证都是excellent，OK？、Okay? 好。然后他说：“To me，在我看来啊，it's remarkable，就是非常的 remarkable，非常了不起，非常惊讶的 remarkable。OK，然后什么是很惊讶的？这是个主语从句，是吧？然后 that 是做主语从句，it 是指代 that 的从句啊，这是名词从句会讲到是吧？说很惊讶，很了不起，什么了不起？Someone 某个人是什么人呢？就讲我其实叫 whose mother tongue，他的母语是。”中文这样的人，竟然能够 master 掌握 the English language，掌握英文，母语是中文，却能把英文掌握到像你能做到的如此的 such detail 细致细微的精细的精深的程度啊，这件事非在我看来是非常 remarkable 了不起的。然后他说，I regret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很遗憾。啊，我没法跟你用中文交流，因为在我这个年纪太老了，我没法开始再学一门外语。OK，因为他80多岁一个老人了啊。然后他就说，从我或者从中国读者给我的来信中，我可以看出时态问题似乎是他们的面临最大的问题，的确是吧？所以中国人写给他写信，肯定都是啊，实在是乱套了啊。从中国读者给我的来信看到啊，反映出啊，最大的问题是时态问题。OK，好，请大家把 receive 这个空格填一下。receive 怎么填？好，大家看啊，是 from our Chinese readers，从我中国读者我收到来信。请问，我收到来信什么时候怎么收啊？是从过去到现在不断的在收，不停的在收，对不对？不断的、不停的、典型的重复啊，典型的重复。而且呢，我这个 letters 没有说3封信、10封信、1000封信。没有具体数字，对吧？没有具体数字，这个重复呢，我们就用完成进行，非常自然，是 receiving have been receiving，非常自然，OK，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语法，你就自然的写出 I have been receiving from our Chinese readers，OK，你要用 have received，最好说具体的数字会好一些。从我收到1000封来信。那叫 from the thousand letters I have received，这样会自然。但没有这个具体数字叫 from letters，你说成 I have been receiving 会好一些。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完成进行，
表示重复，而这个重复是什么？是隐性的体会出来的，是通过名词的复数潜含的，OK，对吧？因为收了那么多来信，不可能是一天收到的，不是，是近这些年来一直不断的收，不间断的，就 have been receiving，OK。好，那么英文时态是个大问题啊，大家英文时态会让我很紧张，大家注意啊，这个时态很好，tense 既是时态，又是 tense 又是紧张的意思。OK，if I Chinese student，这是个虚拟器，下次课大概下下次课我会讲的虚拟器了。所以前面用 would make，大家记住啊，主句用 would 加动词，从句用过去式等等啊。我下一节课会讲到虚拟器。所以这个要虚拟的，叫 English tenses would make me tense if I were。我是中国学生吗？不是，假设，所以这个假设用过去时来谈假设。好，最后两个空格，你们根据语境会填什么？这是教给你们一个思维方式啊。最后两个空格，你们填什么？Another problem，另外的中国学生、英文学生问题，好像是在哪里，在代词上面搞不清楚啊。中国学生对小词，我们的小词像 at、in 这样的介词搞不明白，所以这个老师提的都是难的，是吧？介词搞不明白啊，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通常单复数混淆，singular 单数，plural 复数，单复数混淆不就是可数不可数搞不清楚吗？是吧？这都是难的问题，OK。好，这两个空格填是什么？同学们，好，有人说不填，有人说不填，OK，like other，OK，还有呢？好，同学们，我可以很自信的说，这个空格如果给我填，我会，就是我要不知道啊，我第一次填，我会自然填成 with。我会填成 with，因为我脑子里知道英文是怎么造出来的，我知道英文的构造方式、构造的思维，我会填 with。好，我现在告诉你填 with，老外写的 with，这 with 为什么填 with？为什么要填介词 with？你看这个题正好证明他的观点啊，中国学生对于介词搞不明白，好，大家填不出介词 with，的确是搞不明白。好，为什么填 with？告诉我。为什么填 with？非常好，这个 with 其实和主语构成逻辑搭配的。Another problem，啊，在哪方面的问题是 problem with？OK，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为什么把它叫主语补主语啊？be 动词后面是主语补主语，主语补主语，它真的是补充主语 problem，而这个补充带有介词，它介词依然不能省去。依然把介词和主语 problem 搭配的介词填上，所以这两个 with 都是和 problem 是逻辑搭配的，有没有看出来？这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啊。OK，明白了吗？好，讲简单一点，也就是说，以后你的主语的名词，主语某个名词，听明白？The noun 什么什么？OK。然后呢，你后面接 be 动词，be 动词后面自然的带出介词来，明白的意思吗？OK，所以在这个名词和它搭配的介词之间，OK，啊，如果你要写成句子的话，这样写句子，这个介词带上的，因为有同学好几次有同学问过我这个问题，说这个 be 动词后面怎么会出现介词啊？好，你就记住了。be 动词后面出现介词，那是因为你这个介词加这个整个短语，依然是对前面这个名词构成搭配、构成补充。不带介词算错吗？连接不好，不算错，不算错。但是一般来讲都会带上的啊，都会带上，这样连接更好。OK，所以 another problem。Seems to be with pronouns with a little word like at and for 等等等。OK，好，有这个思维方式了啊。最后一句话说，Your students are fortunate in
啊，你的学生会真的是很幸运，有你这么样的好老师，是吧？怎么样，好老师啊？就 have a teacher who is as 比较句，比较句，我在新概念讲过啊，比较句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啊，是 as dedicated，如此专注啊，投入去研究英文，如此的 learned 应该是博学是吧？对英文这么精通的 as you 啊，这样的老师啊，选有这样的老师很幸运这样。好，所以这个信里面关键是要看 receiving 完成进行表的重复版用出来了吧，对吧？好，我后面有个综合练习，同学们，这也是一封信啊。这信里面呢有很多空格，好，请根据整个信，因为这封信语境很完整，对吧？所以时态学习，我们用完整的一个篇章啊，在这个完整篇章里边，时态怎么填呢？好，注意啊，这个时态就很综合，可能出现各种时态，可能出现各种时态，啊，回家自己做一下啊。你看回看的时候，你可以暂停来填，把答案发给我啊，把答案发给我。我们先来做前边三个空，做完我们就休息。OK，好，大家把前面三个空填下来，receive、try、be 怎么填？这考察大家对于整个上下文语境啊，要很多信息，你要善于捕捉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来填时态。赶快，赶快填完，我们就回家就休息了啊，赶快。从你们的时态，我能看出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句子的。时态错，说明句子理解不到位，说明很多信息没有抓到啊，没有看到。好。非常好，刘雨欣同学完全正确。刘雨欣同学完全正确，非常好。第一个空格是大概2周前，具体的过去时间，我们只能用过去式 received。OK，received。然后呢，他后面说 ever since，自从那以来，ever since 我在实体当中讲过，对吧？自从那以来到现在为止，然后 trying 现在依然在 trying，I am trying，I have been trying。所以这个 try 用完成进行，用完成进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完成进行，表示一直在持续 trying to do something。OK，啊，2周前收到来信，2周前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想找时间 write back 给你回信。近来我一直很忙，I have been。所以第三个空是 I have been very busy lately。OK，所以。Received, have been trying, have been，啊，所以过去式、完成进行和完成时态，剩下空格很有意思啊！我看有多少同学能够全部填对，或者是待会我们看啊，错2个的或者错3个的来统计一下。你可以在那个 QQ 群里把答案发给我，OK？啊，回看的时候来，来看怎么回看呢？因为有今天有时候有同学插班。就在我今天晚上传，今天晚上大概12点左右往后，今天晚上其实也就可以看到，但你要明天回看了啊，在这个我的课表是吧？我的课表，然后课表点日期，这个日期就是今天3月7号，OK，在我的课表里面点3月7号，点进去就能有回看，OK，明天能够回看，我今晚就上传，OK。好，QQ 号是多少？啊，我看啊，4369好像是，
42601啊，我应该没记错，OK，啊，好，今天内容先到这，大家回家继续做这个练习，还有我们书上有很多练习啊，书上有很多很好的练习，请把书上练习啊做一下，比如说206页，206页练习非常好。啊，你把206页练习全部做一下，啊，就能看出完成进行表重复和完成时态表重复区别，已经完两个时态区别。OK，206页的练习书上的啊，还有就是212页的、213页、214、115页的这些练习，下节课我们会挑一些来讲啊，挑一些来讲，然后我们就讲虚拟语气。也是一种动词形式变化，虚拟语气会比时态更难啊，它是在时态基础上啊，更加深化、更加复杂的一个谓语动词形式啊，所以下节课大概虚拟就会时间会少一点，因为我还是想多花时间来讲练习，因为通过练习正好把各个时态综合在一起，然后再理清一下思路，对不对？你们说呢？下节课你们是希望我多讲时态的练习，还是讲虚拟语气呢？看看你们建议。练习，好。虚拟，OK。好，那如果没有，就是怎么讲？还有一些不是特别明确、特别清楚的做事练习，听明白？通过练习，那个你可以理清你的头绪，理清你的概念，因为有很好练习啊。虚拟可以再开一个班，没错，虚拟语气我可以再开一个班，真的是虚拟语气。大家可以，对，你们可以去 QQ 群里告诉我。或者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啊，虚拟语气你们觉得难点在哪里？虚拟语气的难点在哪里？你们觉得？OK，或者把你们对于虚拟语气的困惑的地方告诉我。对，这是我们的中级语法专属的群，你可以来这里给我留言好吗？因为虚拟语气我是研究很多年，所以我对虚拟语气可以说没有感觉了。或者说，我对大家、你们对虚拟的困惑，我有点想象不出来了，因为我太熟悉了啊，所以我希望多多听到你们的困惑，你们对于虚拟的困惑在哪里？这样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可以有侧重点，好吗？啊，说真的，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在哪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在思考，在跟老外交流，在长期观察，所以对英文很多东西，某种来讲我都没有感觉了，我都想象不出你们会有哪些困惑了啊！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讲课的时候，在写作的时候，我会经常会跟学生、跟读者或者跟周围的一些，就说一些学生去向他们请教，向他们请教说这个时态。这个从句，这个东西，你们会有哪些困惑？会有哪些难点？明白吗？这样我才能站在你们的角度去讲出感觉来。OK，所以你们告诉我你的困惑，相当于帮我啊，我也向你们请教，会有哪些困惑？好吗？尤其虚拟语气啊，告诉我哪些困惑。好，这个群就是咱们中级语法专属的群啊，就咱们一些学员在里边。我来看一下，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的，没有错，对，好吗？好，把你的困惑留在这里啊，待会我会看一下。好，今天到这，辛苦各位，回家做练习，晚安，再见。